箱子必须氪，我知道那个198嘛，对吧？别着急，我先氪一个128，各位，我先充个300，我先充300，各位，这300是我自愿的给你们充的，你们就帮帮我把这个下载先弄到850再说，斗法再斗一下，68级的，这怎么有三个角色？这个有点变态，但是他应该打不过我，我是遇到后面，看着我的翼龙很强吧？等我再升一级翼龙，我的翼龙就很强，哪怕他鸟升很多级都没有作用的。你看我再加一个战力，我操，101万了，就有奖励，预奖励，预奖励今天能不能弄到？我现在是第七名。第七名，我差第一名差500积分，今天有可能可以到。各位，这里的秘境闯关是我自愿给你们买的，对吧？然后那个198，待会儿我买秘境闯关，咱们先打个秘境，强化爆装很爽，我需要这个。待会儿应龙一出，谁与神符？各位再下载一下，850个，我们冲648，各位一个一个来，别着急，850个人了吗？到了，648自选应龙来搞一个，走你，648的这个东西给50000的这个粮食，100的幸运币，好，走你，再冲个700币，今天3000有了，700冲完来冲这个六四八，上面这个是70，下面这个是坐骑，这坐骑要比70要厉害一点。我感觉是这样子的，好，然后自选一个，选一个应龙，没有错，走你啊！抵抗灵兽，这个、抵抗灵兽比较好啊，这个威力不一定有抵抗灵兽好，因为后面是拼灵兽的。各位，我们应该是用这个灵兽来吞这个的吧，对吧？这个我们先重置一下，然后用这个抵抗灵兽来吞，对不对？到910个下载，我们冲那个198，好吧？行，那我们就直接吞吧。这个抵抗灵兽应该直接会上去，随机提升一次这个技能。哎呀，抵抗灵兽没有上去，各位，这个比较难受啊。这里这个称号有个什么？有这个可以使用一下，仙风道骨，别的也没啥。庆典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哎，刚才买那个648有东西的，各位，那个648给1000的这个积分，各位抽奖，这可以抽，哎，100个预设符，可以的，把这抽完了，就可以换新的大奖了。好，一分钟再抽法相精华，再抽，现在地板150个，哎，灵玉，完了，这大奖差了一点点。好，910个下载是吧？好，我去买个桃子，先升个翼龙，再买个桃子，走你，翼龙，现在我们有80000的粮食，可以升好几级。30级了，解锁的就是我看到了，就是它百分比，它刚刚那些下面的生命、攻击、防御这三个百分比都升了，挺好的。现在就是我们很强，我们去冲击一个这个冲击礼包，198买一个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这20-30个先抽了无所谓，明天咱们再开始攒，明天的这个70我们就不要抽了，就攒着好吧。法相的那前期加的高，哇，给了一个邪风女侠，哎，终于给了一个红色的。48级了，各位，我要去把那个精怪升上去啊！精怪，走你，精怪，马上，这个精怪可以上了，就这个邪风女侠，每次攻击都加5%的暴击，最多叠加5次，这个就是低配版的应龙啊，它是每回合叠加12%的暴击，我操，好爽！然后下面要升50级，升48级，然后去渡劫，走你，继续挑战秘境，这游戏前面氪金就可以了，没关系，他就是每天升5000，我按我的节奏来，我觉得每天3000很多了，没必要太多。双修是啥？双修就是他会给一些材料，你找一个你看得顺眼的等级高的双修，给的材料是最多的。哎呀，这老头子还是有2把菜刀的。曾宇现在其实都需要信物，买个礼盒吗？各位先有礼盒，买一个3000玉，买一个，这个真不能省，真的不能省啊。各位，白烟在这儿，这个东西会每天都给我们好几十个甚至100个左右的这个天才地宝，还是很好的。这个东西我们先升着，白烟走你，好，突破，然后再把这个茶给他弄一下，他就是喜欢这个茶嘛，我们就把所有的茶都给他吃了。这里已经没有茶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给它升到10，就去这里厨箱，厨箱有11个，这里还有一些茶，但是蓝色的啊，随机的吗？这个，哎呀，这坑爹了，难受了。看我宗门一个人的名字是吧？妄图修仙记，妄图改变世界啊！起先，喵森斯坦森，妄图起先大使，可以的，挺好的。我们这宗门已经满了，1020下载了是吧？谢谢各位的下载，来限时。我们刚刚说要买一个这个500的，当然也可以买那个600的，600的都买完了，就剩这个500的想买一下，别的不想买了。别的真的买不了了，我再充个500吧，好吧，结束吧，各位，198，买应龙，走你，应龙，我看一下，我们家就是简单介绍一下，每周每月我们都玩2款7力以外的新游戏，我们就出去玩各种各样的新游戏，我们都玩的，欢迎点个关注，然后现在这种7力以外的游戏，就是我们家以外的游戏，我们就多充值，我们就多干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如果7力自己的游戏，我们就少充一些，就欢迎你们来揍我们，是这样子的。应龙，走你，先升级吧，大哥，先捕捉鸾鸟，先升级，先刷新。哎，这是啥？翼龙，咱们没有钱了，但是这翼龙也不能不要啊，700个吗？花钻石7600玉，买一个吧，捕捉一下。好，体魄，直接吞，对吧？随机提升，这个好像没有区别啊，这个没有变的，这个不会说技能会替换上去，这个比较菜，很烦啊。再升一下级，升2级、3级，然后现在已经是参战技能 level 2了，1070个下载，我们冲一个手冲，看能不能开出一个这个翼龙。法相，我看一下。好像就是升坐骑，哇，290个，能升到4级升不到，能升4级就能加很多战力了。再快点容易卡是吧？别着急，先把这个升完。
完了，到时候这个东西都临时都用完了，我们这个牲畜都到时候都不够了。哇，真的是临时又不够了。进阶啊，20级的进阶需要4个，下载够了，各位1070。来，我们冲一个首冲，这首冲有可能可以开出很好的东西来，我们先试一下。托尼，这还有天才地宝，这是挖个奖给天才地宝，这是无限买的吗？各位，我先冲一个试试看。他真的是无限买天才地宝啊，好像。坐骑，希望能开出一个硬龙。如果能开出硬龙，我给大家冲一个198，免费的，好吧？开不出来，那没有办法了。托尼，哎，怎么差了一点？看直播冲击比自己冲钱爽，那肯定要爽很多倍，甚至爽10几倍、100倍，真的有可能的。你这游戏冲100吗？冲100，游戏里冲100人其实不多的，真的，各位。很多人他就买个68的月卡就不搞了。然后我们这个游戏的话，我们可能6800充你的100倍都会有的啊！怎么会这样子？来9级加速80个，哎，接上7个小时还是10个小时？各位10个小时怎么搞？我好想搞一下它。然后下面要是68级成这个炼虚期，70今天抽一下吗？啊？哇，99个，再买一个吧，隐魂珠买一颗。好，凑齐100个，哎，绝命乐师给了一个，可以了。他这游戏比较好的这个地方，他的保底不会影响你抽到红色的，他这保底还是继续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一点是比较好的，可以了。我们抽了140，各位可以加很多战力了。现在战力没有上去，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这个，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些东西没有搞，就是桃子没有吃完。各位装一个地灵是吧？等等看，先把这个先升完，你们再告诉我需要装什么。你们可以先说。然后我们现在下载已经够了，下载应该已经够了吧。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啊，谢谢你们，诚心诚意的感谢各位。再来这个走你抗反击，走你，哇哇哇哇，舒服。哇，这火车好多啊，都9级了。我看一下刚才那个绝命乐师是什么。哦，战斗开始时生命值增加10%，每次触发闪避时提高。哦，还有个反伤，这个其实不太适合我，但是他加10%血量挺适合的。我就是加9%的攻击，我现在不差攻击，我现在更差这个。如果用这火蛇不需要了，换一个这个吧，把火蛇递下来，它就9的攻击嘛。换一个这个红的，能加更多属性的。你看，直接167万，走你！你看，暴击拜拜。啊，舒服，赶紧再来，斗法赶紧打147万的挑战一下。我们现在166万打140万的，应该是可以打得过。哇，他那个太强了，他的异兽也挺强的，他是个青鸾，他的连击好强啊！完了，我死了。他给他加了20多积分，我靠，我好亏啊！我到1500积分，我能接受一个那啥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是1459，差了一点点。现在是多少下载了？1160，刚刚说的是1150嘛？对，可以给大家充值了。又来个这个198，这不买，这不划算，这个没有68的划算。各位，今天再充500吧，这已经充完这500就是4000了。12点前咱们就不充值了，好吧？死都不充，12点钟之后再充，但是需要犹豫一下，要充多少钱，对吧？预售买一下这个4000的桃子，走你！哇，完美的护符，舒服，直接打这个预售吧。斩妖先扫荡了，今天到不了。我已经有太多天才地宝了，什么鬼？我操，这扫荡不让我扫了，什么鬼？你他妈买天才地宝，你是让人该让买啊？这送天才地宝你就不让送了，这神经病吧？我操，这游戏我真的是日的狗了，只能打打异兽了。我们现在每日排行现在是123万，好，进前10没问题。好的，10000以下就可以了，还有机会。好，各位，10000了，啥都别做了，这个其实可以买的，但是我觉得不太划算。各位，在超值礼包这面6块钱缩短50分钟。买60块钱是可以搞一个炉子的，搞一个玩玩吧。各位，感谢各位今天的下载，谢谢你们。我们大概需要搞个12、13个，花个80块钱应该就可以了。商店的玉可以买，但是我怕那个玉是比较划算的。50个，我试一下加速。哦，直接减8小时。各位，刚才我看一下我们这个异兽现今天排行是多少，第6名，第六名的奖励应该是比较菜的，每日奖励4到10是一样的，那没有关系啊，它这也是随机的橙色的，问题不大。再打的话就进前3了，各位。这个第一名是370万，第二名是150万，第三名180万，我们揍一下这个第二名不就行了，对吧？944能揍一下，150万我看一下能打过啊。
他这个鸟打得好痛啊！我靠，我完了！麋鹿下面有消息是吧？哦，可领取，这个还是要领的，各位，不领白不领。谢谢你的提醒啊！这游戏我今天还不太熟，等我明天后天我就很熟悉了。这里这个一百个，最后一秒钟咱们再领，好吧？各位，帮我下载一下吧，我们充一个18，给大家出个信，马上就是坐骑，现在进阶。181的181万进阶加多少？好，200万了，哇，这个加好多，然后再升东方钟，但这个加的就贼少，完了完了，我前面这个东西不够了，好，只有125个了，各位，还有3分钟，可以的，足够哦，对呀、啊，60级还能打新的，这个时间好像不够了，各位，只剩最后50秒了，它不太够了，还有22秒，没有了，各位，哎，没有了，各位，22秒这个过不了了，我这个扫荡不了，这个扫荡不了，各位。没东西了，只能去把消息领了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一会儿应该会刷新的，应该这个是没有办法了，各位，没有时间了，现有那个领了400也不亏，对吧，60级还能再打吗？哎呀，刷新了，各位，全部东西都刷新了，哎呀，先天那个先天等级很低，没关系，到第二天了，马上开始。